个女人反而调翻转想问，点样去追一个男人？即系好似博士咁样嗱。七年之痒呢个系俗语啦，我觉得呢个都正常啊。每个男人七年之痒，结咗婚七年就想出去滚噶啦嘛。差唔多，新鲜啊，贪新鲜可能六年都差唔多啦，三四年都想出去滚，几时咁得住啫？真系。咁一个女人点样可以令到个自己个男人唔出去拈花惹草咧？呢个问题通常都有好多朋友都咁样问我嘅。呢个啊，要补充少少噶。嗯。在我哋嘅私人的 value 嚟睇個世界咧，男女間的問題係佔人生30%。嗯嗯，無論女人男人都唔係需要嘥咁多精神去睇嗰樣嘢。嗯，如果你問嘅問題，究竟你係女人 keep 個男人咧，你係結咗婚嘅女人咧，抑或未結婚嘅女人先？結咗婚。結咗婚咧，就係話你本身個女人真係要識 keep 自己啦。有些结了婚呢就盘劈做师奶，因为讲少少生理问题，女人呢如果她不懂保养呢很骤忌，因为她每个月有天葵来，经期，她经期来呢，如果她来得不好或者来得散得不好呢，她的经期呢倒流呢，你的面呢就会有斑啦，有黑眼圈啦，跟住咧就最通常見咧，就個乳頭咧會變黑嘅。乳頭變黑，人哋話啲老一輩上咗年紀就乳頭變黑啊。乳頭係啦係啦，佢好多人咧，而家喺呢方面咧，中西醫冇得醫嘅。嗯。所以咧，如果女人最緊要咧，你想保持靚咧，你飲靚水，同埋咧，你如果經期嚟得唔好咧，有一隻藥。成藥咧值得大家考慮嘅，係魚人參嘅白鳳丸。我成日食嘅喎，以前。你以前食冇用啊！而家要食啦，細個食，大個唔食有咩用啊？係咪先？我細個都因為佢經期咧係嗰個女人嘅污血嚟噶嘛。哦。因為排得唔清，佢嗰種唔乾淨嘅血液一走上呢一部分，咁咪變瘀黑咯。哦，走上面咪变斑咯，嗯，所以你最紧要个经期咧要畅顺，要排得清。哦，好啦，有啲人嚟得唔好咧，要谷住咧又大件事嘅，特别有啲人生完 B B 仔咧，佢嗰个胎血唔清咧，即系有哪吒血喺度，系啊，所以咪又系走上嚟咯。咁就有斑噶啦，又有斑有剩噶，系难搞噶。好多啲人生完 B B 走晒样啊，走晒样啊，系啊。好啦，另外一种咧就亮象啲啦，佢有橙皮，个土花，个大髀两边啊 ，pat pat 啊，都有嗰啲。好多人都有噶，好多女人都有。好过毒药嘅。好啦，如果佢哋有咧，我有一只最新嘅产品咧，但好贵嘅。因為我都唔少，譬如我呢啲咁嘅咁靚嘅泉水噴面嗰種咧，我賣到$1,000噶嘛，批俾人$500啊，香港啊我平啲啦，因為我賣中東，人哋壓貨得起嘛。你唔好嫌貴喎，但阿哥，如果你話喂嗱，你送支嘢俾條女噴，港紙$5 Make in China，咁解你睇會唔會噴？面都爛埋，係咪啊？呢種嘢咧，你最緊要有效。嗯，同埋要靓，佢真系散到个乳头嗰种黑云咧，你使$20,000好湿碎啊嘛。咁啊系，$12,000乘7.5啫，好湿碎啊，$10,000靓啊，大佬，起码 keep 住条男人啦，系咪啊？你走晒样，周身花纹，佢真系去到啲纹，你系使噶啲钱。而家有啲两洗$1,200,000一年咧，系冇效噶嘛，搞嚟搞去。有錢婆嗰啲都係嘅。喂，啲人哋咪有嘢問嘅咩？問啦。嗱，佢哋可以上個 YouTube 打我郭兆明個名咧，佢睇我 YouTube 啲節目咧，佢哋可以俾啲資訊我咯。嗯。嗱，我而家可以揾白老鼠。如果佢有啲阿姨或者有啲女人有呢個問題，我免費送俾佢做白老鼠。哇！